白秀士以前他也是在教专业的东西嘛，他是机械科的，但是以后他退休了，已经不能再教书了，所以他开始做这个圣像的东西。他在这边很厉害的是什么？从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懂，他开始做用那个石膏来做。那石膏以后感觉到不是很好的一个材料嘛，因为很容易破碎嘛，所以他改良改良改良，一直到现在已经改良的那个做的那个圣像相当僵硬了，比较不容易。那么就是说那个精神在那边，他会创意。事实上以前在学校很多的东西，在学校比如说我们那边的那个电脑的那个桌子，以前我们这边的那个这个椅子都是他做的，但是啊怎么说发明的啦。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在那边后面的那个铁，那个也是他做的等等。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说，他有那个算是艺术啦，啊有美感。可能你们看到了那一些那个圣像他做的东西，然后他就肯是做帮忙，又研究到了一个，可以说是蛮好的一个作品。